佛曰：诸行无常，诸行皆苦，诸法无我。诸行无常，诸行皆苦，诸法无我。佛陀话：天下万事万物皆无恒常，而系不断咁变化。天在变，地在变，你在变，我亦在变。由于一切皆变，诸行无常，即系话呢一刻中嘅我已经唔系前一刻中嘅我，因为我已经老咗一刻钟。唔通你做乜嘢啊？我急鬼啊！大家肃静！快啲走啦！主持，唔通扰乱祖父，理应受罚。主持啊，我唔应该罚唔通。系啊。主持、护法大师、各位长老，桑晓有礼。桑晓，本寺嘅规矩岂容你一个寄居嘅书生插嘴啊？桑晓，何以唔应该罚唔通呢？本座都想听下你嘅高见。方才主持有允，彼一刻嘅我并非此一刻嘅我，扰乱祖课嘅系彼一刻嘅唔通，又岂可责罚此一刻嘅唔通啊？狡辩！佛曰：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后生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要责罚嘅系彼一刻扰乱祖课嘅唔通，如果责罚此一刻守法嘅唔通，咁啊太唔公平啦！佛家常言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唔通你哋唔听佛陀嘅教诲咩？桑晓，你果然系有佛性啊！桑晓喺寺中寄读数载，已修耳濡目染之效。不过唔通佢主持啊，你就一定以为唔通贪玩、私藏夹鬼，以致扰乱祖课咧？难道尚有内情？主持啊，我桑晓深知唔通平日就最怕夹鬼噶啦。又岂会私藏夹怪呢？主持啊，我讲嘅句句都系实情嚟噶。阿弥陀佛，既然如此，免罚唔通。多谢主持，多谢桑晓哥。继续早课，请问法轮同我相应传音。主持，主持，翻入嚟。边个系法轮啊？未听过。照我睇咧，佛光寺应该会有大事发生啦。哇，咁大阵仗啊！呢件事一定非同小可啊！究竟发生咩事啦？听讲话有位高僧快将圆寂啊！边位高僧要圆寂啊？搞到好似兵临城下咁嘅？系啊，而家全知上下真系把守得水泄不通啊！啊，唔通？唉，唔通咩啫？快啲讲啦！我讲啲嘢有根有据噶，你睇下。住持大师啊，咪就系咯，我谂我推断都冇错噶啦。你真系住持大师都快将圆寂啦，你仲咁开心嘅？我而家谂起啊，真系想喊啊！你唔明噶啦，你始终都系个小沙嚟，又点会明咁多嘢嘅咧？唔同你讲咁多啦，我要赶住去恭喜主持大师啊！高慈，桑晓哥。
大师，收妖求见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要原籍，所以特来恭贺。你咒我死？吓，原来大师尚未归西。哎呀，好彩我冇嚟迟啫。归西？你哋佛门子弟重佛修行，无非都系想早登西方极乐之境，进入涅槃境地。大师今日早课特有感应，必定知道圆寂之期将近，超脱诸行皆苦之境，实属可喜可贺。边个话我归西？乜唔系主持你要归西咩？佛祖尚未召唤。哦，咁究竟边位公僧要圆寂呢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大师啊，法轮系边个嚟噶？今日早课你同佢相应。哦。唔通法轮要圆寂？无可奉告，不知为知，不告为告。大师，你真系默认啦。法轮系边个啊？我讲钱都冇人叫法轮嘅，唔识金莲。桑晓啊，用饭时候到咗啦，唔通啊？我见到五色金莲啊！五色金莲喺边度见到啊？喺梦境咯。而家我已经得道之人嚟噶啦。你又冇念经修行，又点会得道呢？你仲系发紧梦咋？蒲生大师讲过噶嘛，逢见到五色金莲咧，就系得道之人。你唔系真系见到啊嘛，你梦见啫嘛。嘿，通常我发梦咧都会梦境成真噶。在梦境里面我当五色金莲就像后生的河池，不如去看看，一定会看到的。不行的，后生是本子的禁地，不可以去的。是的，今晚去。禅廠禁地會被逐出寺門噶，係咪啊？我都喺嗰度噶啦。咩啫？喂喂，你睇下，我唔知今年金光燦爛，好靚啊！喺邊啊？嚟，咪喺河池嘅中央咯。點啊？睇到未啊？我真係睇唔到咧。我真系蠢啊！你又点会睇到啊？点解啊？你只系区区一个小沙弥，又尚未得道，点会睇到啊？你就只系一介书生啦，况且尚未出家，又何来道行呢？你琴晚发梦嘅啫，早啲翻去啊！嚟，哎呀，唔系啊，各有前因莫善引，佛曰万法皆缘生，可能呢啲我前世积翻嚟嘅佛缘呢。讲到前世，你话乜都得噶啦。你唔信我系嘛？好，我就攞砸俾你睇，等你唔好话我讲大话。新哥，好啊，我求下你啦。俾人見到唔得了噶啦，上翻嚟先啦。你睇下，哈！果然夢境成真。主持，